透析13年了，一直这个水呀、啊、就是控不明白，老是老涨多。在今天早上搁家里面称了称，涨了3.9。哎，这不是你有史以来最少的一次吗？那这破纪录了，那不控制老好了吗？我心想，我终于用13年，哥们站起来了。你终于学会控制了，自律了，牛！我纯自律男孩了，纯自律了。一上升3.9，给我整自豪了。说实话，当时我骄傲了。我合计说，早上吃点包子得了。行啊，我去了，啊。去了，我程校长那来8个包子、啊，包子没多少，真来8个包子，来碗粥，哎，粥也没多少，就这小碗的小粥能有多少啊？啊，吃点包子，吃点粥，我真合计，我说这13年呢，你长得那么多，早上就没吃过这么饱的时候，撑好了，所以说啊，还是皮儿得长少点。吃完包子，吃完粥，哎，我又来瓶汽水，但是我心里面我还估计了一下。就算你1公斤多，5点多，对于我来说也不多。哎，我真高兴了。到医院，谁得谁问长多少？我这真没长多少。哎呀，还成自豪了哈！哎，我跟他我都说，我说早上出来我3.9，那你说这么大体重13年没有过，那别人看着都纯自律男孩。哎呀，真开心！哎呀，我一上秤。长7.7、啊，你说长多少？多少？小王，如果说我说这些是跟你开玩笑，你能不能信？开玩笑。